上课喽！欢迎大家再次回到座位上。下半场我们邀请到的是比萨鲁乐团，今天他们会带来很多偏拉丁系的歌曲跟大家做分享。那大家请记得，那点一杯饮料才可以坐下哈。接下来我们一起掌声欢迎比萨鲁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比萨鲁乐团。你好，看得出来我们每四个团员都很害羞啊。我其实 不太讲话了，我们唱歌而已。好，那今天我们准备了三首歌曲，就可以回家了啊。你刚刚说两首呢。好。那每次，喜欢来听我们比萨鲁的歌的观众们，都喜欢跟着我们去旅行哦。那今天有很多很陌生的面孔，其实我只是想说，既然铁花村是这么 open， 然后这么专业的地方，如果待会你们身体听着音乐不小心蠕动起来，就站起来，我们需要这种回馈 feedback。我们比萨鲁乐团，我最喜欢的就是我们团员都是原住民。那都是原住民之外，我们竟然都很爱很爱自己写的歌，自己民族的歌，还有拉丁歌曲。所谓拉丁，就是南美洲系的那种。波多黎各啊，西班牙、啊、墨西哥这样。那很可惜，今天铁花村没有卖墨西哥饼哦。没有，最主要是因为大家比较听不懂了。就算唱错也没有关系。好，那我都习惯唱完歌才讲这首歌的歌名，那就好好听我们来唱歌，这样就好了。谢谢你们。带来一首很老很老很老的歌曲。
hear your game on the B.O. And they don't be go get out.唱这首歌叫《唱唱》，希望你们会喜欢。